刘嘉玲，一个60后的女星了。但是虽然是年龄上去了，可是刘嘉玲的这妆却是比年轻的女星都还要前卫呢。这次刘嘉玲出席活动又一次刷新了大家的世界观，引发网友们纷纷围观，到底是刘嘉玲做了啥？刘嘉玲当日穿了一身设计感十足的长裙，交叉挂脖的设计非常巧妙地展现出了她的锁骨，衬托出刘嘉玲一丝丝的小性感。而且刘嘉玲的皮肤还是保养得很好的，不得不说刘嘉玲还是风味犹存呀，上了年纪也还是这么有韵味。但随着刘嘉玲的衣服往下看，真的是被震惊到了，下面是穿的蕾丝镂空的裤子，但问题是似乎刘嘉玲里面就没有穿了。网友们都纷纷吐槽，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，真的是看不懂时尚了。当然不得不承认，刘嘉玲穿这一身把凹凸有致的身体展现得淋漓尽致，女人味十足。我们再看以前刘嘉玲出席活动的穿着，衣品确实很不错，女神就是女神，大家喜欢刘嘉玲。